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次咱们聊个什么题目呢？我想聊这么个题目吧，就是，念佛加改过，今生必成佛。我这个题目受谁的启发呢？是一个受一个老菩萨的启发。前些天呢，我家里来了一位老菩萨，学佛很多年了，也很虔诚。他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，他说他学佛很多年，但是学的比较僵化，就条条框框很多。他有个儿子，有个儿媳妇，他的这些条条框框呢，他都想落实到他儿子儿媳妇那儿。这老年人吧，本身就有点碎嘴磨叨啊，我们北方人说碎嘴子，就爱叨咕。他的条条框又多，儿子儿媳妇未必就学佛了，所以人家怎么能接受你这些条条框框呢？那他就像天涯似的硬灌吧，我理解。结果灌来灌去的，弄得家庭不和，最后导致儿子和儿媳妇就离婚了，媳妇就回娘家了。他有一段时间他看不见媳妇，他都不知道儿子和媳妇离婚这个事儿，那就问那这媳妇怎么老也没见着呢？后来儿子告诉他，说我们俩离婚了。那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可想而知，和妈妈是有直接关系的。这一个学佛的妈妈，把儿子和儿媳妇这个家给学黄了，你说这佛怎么学的吧？但是他告诉我，他当时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哪儿错，他觉得我不是为了你们好吗？那你们怎么还能这样呢？他不认识自己有错，所以也就谈不上改错。后来我说，那你后来怎么改了呢？怎么认识的呢？他说，刘老师，你救了我全家。我说我咋救的？因为我第一次见他，我不认识他。他说我就看了你的一篇光碟，就讲到这个问题了，我一下子我就开窍了。原来学佛不是像我这样学，你看我把家都给学散了。他说既然我错了，我一定要改。我把这个家再拢回来。他说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说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，那这个家是我给弄黄的，那我还得让他再团圆，所以他就放下这个婆婆的架子。就这一点我非常赞叹他，如果没有点那个魄力呀，作为一个婆婆很难做到这一点。他说我认识到我错了，我就上我儿媳妇娘家去了，我跟我儿媳妇赔礼道歉，我给我儿媳妇磕了三个头。他说把我儿媳妇磕回来了，我们全家又团圆了。我说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说现在情况可好了，全家和和美美，哎呀特别和谐。我真是感谢你刘老师，你那一片光碟救了我全家。我当时听了以后吧，我心里也有点美滋滋的，我就想，如果真是我那哪句话说到你心里去了，真的把一个散了花的家又给你又给合到一块儿了，那我何乐而不为呢？那我该说我还是说吧。我就是因为受这个那个启发吧，所以今天我想说说这个念佛加改过，今生必成佛。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什么意思，实际我不解释大家也明白，就是你光念佛不改过，你成不了佛。说我光改过我不念佛也不行，你也成不了佛。这两者一结合，你今生必成佛，它有个必字，就是你一定能成佛。所以你看这个改过和念佛它是不可分割的，它有利害关系的。所以我今天我就想借着这个老菩萨跟我说的这一番话，我跟大家交流交流这个念佛和改过的事儿。这个改过啊，从老菩萨这儿呢，我就受到一个什么启发呢？第一条，你得认错。
你得承认你错了，你才能改过。你不认错，你怎么能改过？恰恰我们有很多同学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是因为不认错，所以那个过才迟迟改不了，才成为你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一道障碍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我们每个人都对照自己，你认过吗？你认错吗？你如果说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就是不改，我看这样的好像为数不是太多，多数都是不认错才不能改过，才导致自己就把自己障到这儿了，前进的路就一道障碍。这道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不认过。我是这样看的，因为我自己这么多年过来了，就是这样。前15年以前，将近10年的时间，我为什么活得那么累、那么苦，甚至都死去活来？我现在回过头来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当时没有走对路，没有找到一条学佛的正确之路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我总是想人家不对，我没有错，都是他们对不起我，不是我对不起他们。因为你这种心态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越想越委屈，憋屈的慌，心里郁闷。我说我90年那个时候，用现在的那个名词说，我那时候就是忧郁症，也叫抑郁症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病态，就成天觉得，哎呀，有啥意思？活着有啥意思？咋这么累，这么苦呢？莫不如一死了之吧。所以以前我讲课我不说过吗？我曾经几次想过自杀，没自杀得了，是阿弥陀佛把我拽回来了。你还有事没干完呢，你现在死不行，我估计可能是这样，所以我就是这么留下来的。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毛病，我就去衡量衡量，老伴对不起我如何如何，姑娘对不起我如何如何，儿子也对不起我，媳妇儿，那时候我姑娘没结婚，没有姑爷，就儿子、媳妇儿、姑娘、老伴子，就这我身边就这几个人嘛。那时候我孙女还小，那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们为什么都对我这样呢？不想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不到位，就想人家的错。后来我就是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呢？我自己过来了啊，我总结总结给大家说，各个击破。我就想，为什么我觉得我老伴子对不起我？后来我想，你能不能找找自己有哪些毛病？我就只开始找我自身的毛病，为什么老伴子能这样对待我？后来我找出来了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妻子。说女人嘛，应该是像水似的，我那不是像水，我那些年我就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谁也招不得我，碰不得我。我就是我，我就是对，我就是真理。那在我们家里不说一手遮天也差不多。虽然我们倒没选谁是领导谁是指挥员，我好像自报奋勇的，我理所当然的，我就是领导，我就是指挥者。所以人家没按我的那个想法意图去办事，我就开始生气窝囊。所以我说，一个女人如果做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你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，不合格的母亲，真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在十几年前，我认识不到这个问题，我总把责任错误都归罪到别人身上。我老伴有没有毛病？有毛病，但是那毛病是怎么引起来的？最后我把根找到了，是因为我引起来的。我不会做妻子，我没有尽到妻子应尽的义务，也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我觉得我做的蛮不错，实际现在想起来，哎呀，
如果时间能倒流，让我重新去做一个妻子，重新做一个母亲，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是时间不会倒流的，所以我把我的经验也好，教训也好，都如实的和盘突出给大家叨咕叨咕。我做的好的，你们向我学；我做的不好的，你们作为教训，哎，来吸取，千万不要走我已经走过的那个错误的路。再想想孩子们，那我就想，为什么儿子媳妇儿对我有意见？他们都是好孩子。那比如说儿子忠厚老实，从来没有这个说道，没有那个说道。儿媳妇儿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过日子的好孩子，爸爸妈妈纯粹是过日子人。我对他家里印象非常好。我说这样的一个孩子嫁到我家，为什么就跟我劲儿上了呢？那可真是不是一般的劲儿。我想不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说吗？那时候我就有十万个为什么在问我自己，一个答案我也找不出来。所以我就活得苦，活得难，我就觉得活着没意思。我这么为你们服务，你们这样对待我，有点太丧良心了，我就那样想。后来我刚才不说了一句吗？我各个击破，我就反复的琢磨，为什么儿子媳妇儿这么两个好孩子，他能和我作对儿，能和我劲儿的。我把根儿找着了，根儿在哪？我在政府工作了20年，我儿子没工作，有没有这个机会？有机会。我有的同事主动跟我说，刘大姐，我给你儿子安排个工作，我叫我给拦住了。我自己没给儿子安排工作，有同事要帮我给儿子安排工作，我还给拦下来了。所以我儿子就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什么正儿八经工作。就是这样，你想现在这个社会是这种状态，儿子是这种状态，那作为儿媳妇儿，她能不着急吗？她能不生气吗？可能是那个，因为后来我和媳妇儿曾经有过推心置腹的交心，我儿媳妇跟我说了，妈呀，我确实是很伤心，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说你在省政府工作了20来年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连你儿子一个工作你都没安排，完了我听说别人要帮忙你还给拦下来了，所以我这个气往哪消？我能不生气吗？他说，你知不知道妈，我之所以嫁给你儿子，我是因为看中你了，喜欢你了。这是我儿媳妇跟我交心的时候我俩面对面的说的。当时我一听我愣了，我说傻孩子，你嫁的是丈夫，你怎么是喜欢我相中我了你才嫁给我儿子呢？他说真是的。他举了个例子，他说因为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他和我儿子是一个班，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呢教课特别好，那一段时间呢，他班主任老师休了3天婚假，我那时候是他们学校的校长，我就去临时给他们班带了3天课。我儿媳妇跟我说，妈你不知道啊。我就想啊，哎呀，刘丹农怎么有这么好的妈，一个是长得那么精神，一看就招人喜欢，这是喜欢我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那课怎么讲的那么好，我怎么那么愿意听。他说这就是起因，如果没有你这个，我不一定能嫁给你儿子。我说现在你说啥也晚了，当初我不知道啊。他说再我就想，这老太太有本事，她啥事都能办得了。尤其是后来我调到省政府工作，我儿媳妇更有这个想法了，老妈调到省政府工作了，那儿子的工作还成问题吗？那我妈一句话就解决了，她想的特别天真简单。结果事实证明呢，老妈什么事也办不了。因为我这辈子吧，最打怵的、最不会办的事儿就是求人办事，什么请客送礼。我后来听师傅讲经的时候嘛，就是多次说，要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请客啊、送礼呀、啊，连不感情吗？
再一个是我这一生当中最短的短线，我曾经跟大家说过，因为给我老伴儿调动工作，被逼无奈，我不得不去走后门。我老伴给我安排任务的，我不走后门，我过不了他这关。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没办法呀，第二天要去送礼呀，那礼物我都买了，我还记着吗？买了两条卧虎牌茅台，那时候就是比较高档的礼物了，64块钱一条，就这明天怎么送？现在可能有同学听了都觉得可笑，这刘老师，那别人给你的你不好意思收，那你给别人送还不好送吗？那光打送礼的呢？可能就是这个理念吧。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难说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我就在我家门前有一条大约能有5-6百米的那么一长一条路，我就晚上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从那头走到这头，就掂量明天这个礼我怎么送，我话怎么说，我怎么进敲人家门，怎么进人家屋，满脑子都是这个。好在是我没一夜愁白了头，反正那一宿给我折腾够呛。第二天没办法，硬着头皮去了。结果领导非常理解我，一进屋就笑了：“小刘，你一定有事儿。你要没事儿，你是一般不轻易闯门子的。”我说：“是领导，我真有事儿，要给我老伴儿调到工作，请你帮帮忙。”我们领导二话没说，这算什么事儿？还能把你难到这样？哎，这事儿能办。哎呀，我第一次送礼，第一次求人，完了还恰恰就这么挺顺的。这个事儿呢，隔了不久，这个事儿就办成了。哎呀，我就想，这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，好像这一次吧，我也受到了一点锻炼。我想以后再遇到事儿，我不至于一宿不睡觉满街去走去了，哎呀，真是难死我了。所以这样的是，因为这个呢，我想，就这个对一个家庭来说，儿子的工作应该说是一个大事，所以儿媳妇儿因为这个对我有些想法，那理所当然。那我就后来我会换位思考了，我要是我的儿媳妇儿，我怎么想，是不是我也会有意见的？因为两个家庭，现在那个到一个家庭来生活，有很多生活习惯呐、各个方方面面吧，它都有个磨合过程。而恰恰这个磨合过程呢，有些事儿我不是不想把它处理好，我是不会处理，或者我这脑袋里没有这个事儿，我没把它当个事儿，结果都成了事儿，就矛盾日积月累的，就造成了孩子们对我很有想法，就觉得这什么官也借不着，那这最起码的吧。那时候我想不通，我怎么想呢？我从小到大，我的每一步工作都就是这么顺着来的，我没让我爸我妈替我操心，哪有爸妈还非得给儿女找个工作的呢？我是拧着想，没想到现在社会风气不就是这样吗？老的就是为小的服务的嘛，那你儿女的工作，你父母你就应该给他安排。我现在有些同学听了可能也说，刘老师你做的不对，你这个事儿你应该做，你为啥不做？你说我就没做呀，不单儿子没做，姑娘的也没做，两个孩子相差2岁，结果就到现在为止，我姑娘也没工作，我儿子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，找个地方临时打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找到我自己的弱点了，我知道孩子们为什么对我有想法有意见了，所以我就不愿了，我就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了，我就想我应该怎么样来补救这个事情，我怎么样来帮他们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。我从这面一入手，而且我真心诚意的跟儿媳妇交流，跟姑娘交流，跟儿子交流，说真心话，他们会谅解的，说不会和老妈就一拗到底的。我现在今天能对着镜头跟同学们交流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我姑娘还是没工作，我儿子还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，但是孩子们和我的关系完全改变了。真是他们现在觉得
哎呀，妈妈挺好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05年，05年我那次病重，我随时就准备走了。我没想到我05年那一关我又过了。我当时我给他们写了一个遗嘱嘛，同学们有的都知道，一页稿纸不到的。我说妈妈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，留给你们的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。你们如果认识，这是无价之宝。如果不认识，妈妈什么都没给你留，这就是我给儿女留下的遗嘱。好像我感觉，就从那一次开始，我病好了以后，孩子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理解了。所以现在儿子、儿媳妇儿、姑娘、姑爷和我的关系都非常融洽。哎，真是我就觉得那种亲情重新又回来了。那时候在我病重那几年。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没有体会到那种亲情，因为我没付出亲情，我怎么能收到亲情？现在想明白了，和别人一点关系没有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，一定要从自身找起，不要去盯着对方。你要是盯着对方，结果就是你生活在无底的深渊当中。因为你永远找不到正确答案，你永远认为是对方不对，对方对不起你，你不觉得你自己哪些方面做的不对，你就委屈，你就冤得慌，你就生气，所以你就生活在痛苦当中。当你这个念头一转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从自己自身找出来了，你立刻从那个痛苦的深渊当中。你就跳出来了，这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的体会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说这个题目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呀，在咱们同修身上普遍都存在。你比如说家庭关系不和谐，主要问题在哪？我们作为学佛人。应该主动地担起这个责任，却也不是说我们硬装大个儿啊，不是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也扛过来，不是，就是你的事儿。尤其是我们家里人有没有学佛的，有的刚刚接触一点点的，谁是样子？你是学佛人，你是样子，你给人家做了什么？如果你连自己家里人，你都感召不了，感化不过来，你这个佛是白学了，真是你这佛，你念多少声佛也白念了，它是一点作用没有的，一定要从自身做起。在我周围啊，我有时候我就遇到一些问题，你比如说，有人做错了事儿，他可能还认识不到自己错，有时候因为我性格也比较直爽。那接触比较多的，谈起一些事情、一些话题呢，可能人家会讲，我也没错呀，你怎么又把这错安到我身上了呢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那别人我不能举，我要举我又批评人了，因为我和小雕我俩有约定，小雕说了，大姐呀，你如果和同学们交流，需要举一些例子，是别人的，但是你又不好说。你就往我这举，哎，你就把那事儿也安到我身上。他说我没关系，你怎么说，我都不生气。我觉得你拿我就给大家做样子，要不你不好说呀。你这个事儿你总得有人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俩这因为有这个约定，你们也知道，我无论是香港讲课也好，还是在和什么地方和佛友们交流也好，很多时候我都拿小调当例子。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，那些例子里有的是小雕的事儿，有的不是他的事儿，他就是我借用的一个载体，我把这个事儿通过他说出来了，目的是一个，就是为了能够对同修们有所帮助。我今天要举这个例子呢，是小雕自己的例子，什么个例子呢？就是前些日子。小雕家那个房子呀，被淹了，楼上发水了。
楼上发这个水还发的挺大，因为小雕他就一个人，是吧？儿子在部队工作，半个月才能回来一次。那个儿媳妇带着孙女呢，是在他娘家那面，因为那面离他儿媳妇工作的地方近，就近住那面时候比较多，回这面时候比较少，所以这面呢就小雕一个人，这可以理解。这房子被泡了，那要收拾，真像搬一趟家似的。他不像这新房子，家具什么都没进呢，你是刷刷扫扫擦擦，这好办。这种情况下被泡了。他很着急，很上火，也很生气，这我都理解他心情。但是这个事儿，我原来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家被淹的事儿。后来呢，小娟来了，跟我说：“大姐啊，我这些天，我可生气了，我想不明白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儿想不明白？”他说我家被楼上淹了，完了还不讲理。我说：“你给我学学怎么个经过。”他说淹了以后吧，我上去找去了。我跟那个那可能那对夫妻比较年轻，他说我跟他俩说，你看我就一个老太太，我收拾多不容易啊，我咋整啊？他说我都哭了。完了，他说当时啊，那个男主任说挺好，说你别着急，我们给你负责给你收拾，这不挺好吗？这没啥毛病，这一段啊回来了，回来就等着。他们家什么时候给安排人儿？完了，故宫来给收拾吧。再说下一段，这小雕儿，如果是说他就是淹了，人家也答应给你修了，你就到此为止，你就等着他来修，可能就没有后面这个矛盾了。他怎么呢？一看，那个柜子也被泡了，里面装的衣服啊、什么被子呀、东西都被泡了，这他又新发现了。又上楼上去报告去了，我家那柜子都被淹了，我里面呢装的东西都被泡了，完了再发现一个新的地方呢，又去报告了，可能是报告了2次3次，人家不耐烦了，因为那男的就说了他一句：“是你家那柜子谁让你装东西了？你不装东西，它能泡吗？”那咱们现在听，那肯定这句话不在理儿上，是不是？那柜子不就是装东西的吗？你给人泡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人道道歉、赔赔礼呀？你还说人家放的不对，你把东西放柜子里头泡了，完了，可能这个时候我估计那个男主人就生气了，然后就跟那个小雕说，这小雕来，后来是跟我学，我才知道啊，他不学我不知道啊。他说那个男的还说。我听说你还学佛呢，我说小条儿，你听了这句话以后，你有啥感想？他说那他发水泡了，跟我学佛有啥关系？你拿这个卡我干啥？我说不是卡你，就是你如果不一次两次的上一楼上去报告，我这儿淹了那儿淹了，他不是不耐烦了，这句话引不出来。我说正因为你又去报告去，这也淹了那也淹了。人家不耐烦了，人才说你听说你还学佛呢，下句人那可能没收着，你学佛人咋这样呢？这是一句话，小雕还跟我学，他说后来他说了，那个你老说你有个刘大姐，你那个刘大姐是个什么人，我们也不认识，就这个意思吧。你去问问你刘大姐，看你刘大姐这个事儿怎么处理。就因为这个小雕来上我家的。他才跟我说他房子被淹，他正生气这件事儿呢。我说人家让你来问我，你就来问我呀。完了之后，那他说的，你去问问你刘大姐，看你刘大姐怎么说。我说他也不认识我，他怎么知道我？他说我有时候跟他们捣鼓，我有个刘大姐如何如何。我说你净瞎吹，我吹过啥去了？我本来就够出名了，你这家还接着给我吹呢。哎，就这么的吧。后来他来问我，我说小刁。你第一步没有错，告诉他说你家发水了，把我淹了。我说这你没毛病，我说你毛病在哪儿呢？第二步，你不能发现一个地方，我又去报告一次；发现一个地方，我又去报告一次。我说你换位思考，是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？不耐烦了，说那话就带气了呗。一开始人不是这个态度，他说是一开始人答应给我修，完后来的态度就变了。
完了后来说那个男主任他下来了，下楼就说这个不是我那水泡的，我不给你修，那个不是我的水泡的，我不给你修，是我水泡的我给你修，这不就是赌气的话吗？我说小雕这就是赌气，我说他能这么收拾吗？那说这个墙这个河了是我发的水淹的，我给你刷刷。说那河了不是，我说不可能这样处理问题，我说你心脏呢太小了，就这么的。完了后来呢，我说你还有个事儿，我跟大家说，大家你们想轮到你会不会这样处理？他得，我说你还再错，因为他都把这经过给我学了。我说小雕啊，你还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对，你干啥管人要500块钱？他给人定个价，你赔我500块钱。完了，但是小雕跟我说，他说大姐呀，我管他要500块钱，我还有下话呢。我下话我跟他说，那500块钱我不要，我去放生给你积功德。我说小条啊，你是谁呀？我管人家要500块钱，还告诉呢你这500块钱我不花，我拿你这500块钱去放生，放生这功德给你们。我说人家信不信佛呀？人家放不放生啊？我说人家有钱自己不会去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？他一听好像是刘姐是大姐说的有点道理。我说你这个事儿做错了，不应该管人要这500块钱。我说你就缺那500块钱吗？况且你后面还跟着，你不花放生给人家回向，给人家积功德。我说他的功德用你去积呀？完了这个错了，完了结果因为这个两家关系，这不就整岔劈了吗？就不高兴了吗？不高兴，人这家雇了两个女的来给小雕收拾这个房子，给工钱300块钱，这两个人就一个人分150块钱呗。结果这两个女的觉得好像是亏，完说再涨100块钱，就是讨价还价吧，说能不能再涨100块钱，这样他俩人就一家分200了呗。人那家人坚决不同意，就300，爱干不干，这不就僵到这儿了吗？这位小雕可能是因为来跟我说一次了，我跟他说那几个地方他做的不对了，这回动脑筋了，想了，完了不能再去跟人家要100块钱，我得自己解决了。所以他告诉我，大姐啊，我自己添100块钱给那两个人，那两人才同意给我收拾。收拾了三天，那不太容易啊，两个女同志给他收拾三天，一个人挣了200块钱。我说小雕，这个真是不多，两个女同志真是不容易。我说三天要他说，我说小雕，这个问题让我处理，可能我不是这样处理，我可能这样，我给他600块钱。600块钱呢，他俩人一家分300块钱，正好干三天活嘛，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是100块钱。我是女同志啊，她能出来干这个体力活，不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？我们就是帮她一把又能怎么的？反正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吧，对小雕还是有启发的，因为我跟她是讲的道理。所以说你说你这个本来是一件你有理的事儿，最后你给她办成没理的事儿了，本来两家关系挺好的，没僵化，结果这么一办呢，把它搞僵了。那你说你有没有毛病？你是不是应该反省我自己错在什么地方？你下次再遇到这个事儿，那就不会这样处理吧？那可能有同学说，刘老师，这个事儿摊在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上火生气，这个心情我非常理解。那有同学说，刘老师你没摊上，你摊上你就不会这么叭叭叭说两条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经历了这些事儿，都是我经历过的。我搬到汉水路是2000年的6月份，那是我姑娘新贷款买的新房子，刚装修完嘛，我6月份搬进去的。10月份来暖气，我们楼上发大水。那可不是发水呀，是发大水呀！我家地上的水半尺深，你说这水发到啥程度啊？那你可能说怎么发那么严重呢？因为他家没人，他暖气爆了，任凭那个暖气的水往我们楼下灌，所以我家那墙现在就到现在十几年了，我们也没刷也没修，就那么住着呢。现在是我姑娘搁那住着呢。
那泡到什么程度？满屋都是热气呀、啊，那个潮气半个月都没消掉。因为那个物业的来说，说老太太，你家这个房子呀，是彻底的泡透了，要想把它晾干呢，真不容易了。因为你看10月份来暖气了，就不能大开窗开门就放了。我家那墙就像小燕窝似的，因为那个涂料吧比较好，那个水一冲就鼓鼓鼓鼓，像大布袋子似的，然后鼓大劲儿了，出窟窿了，那水呲都冒出去了，结果一粘到墙上，都是全是一个一个窝窝，一个一个窝窝。那我家汗水润房子就现在还那样呢。后来有的同学那时候上我家的人不多嘛，他们有的不知道。说刘老师，你家这装修，这个谁设计的这图案呢？我说哪个图案是设计？他说就这个一个窝一个窝的，你别说还挺好看的呢。我说那是楼上发水泡的，就是这样的大水。我楼上那个邻居搁那住了5年多，不到6年，他泡了我6次，不是发那一次就完事儿了，要为啥一直没收拾呢？时不常他就发了。所以我说干脆也别费那事了，就这么地吧，这么地还扛泡，你要是重新再收拾，收拾完了一泡，也确实挺心疼的，哎，真是这样的。我说我见过6次，他泡我6次，我们两家一点矛盾没有。我说那夫妻俩好不好意思了，上我家去，哎呀，道歉，老太太对不起，因为正好他2000年是我病最重的时候嘛，我不能收拾，我蹲不下，起不来。我姑娘一个人淘水淘不过来，打电话把她老叔找回来帮她淘的水。你说发到什么程度吧？这第6次发水的时候，夫妻俩又来道歉来了，一进屋就说："哎呀，叫我爸我妈给我们俩一顿臭骂。"我说："为啥呀？"他说："我们俩在我爸我妈那呢，那个物业打电话说，你们又把3楼邻居泡了，你赶快回来看看吧。"他说："我爸我妈听住了，哎呀，给我俩骂的。"说你们楼下是一家什么人家？怎么这么好凶啊？你们泡人几次了？老头老太太都知道不是泡我一次两次三次了。他说这老头老太太骂我俩，赶快溜吧，快点回来看。一进屋看，又热气腾腾的，满地都是水。哎，说真对不起，是洗衣机也不哪个地方没关，所以俩人就走了。结果他就是淌水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他又不是好意的。他说，给你2000块钱补偿。我说不用，楼上楼下住着。我说你又不是有意识放水来淹我。我说你以后注意点不完了吗？所以我们两家就是我一分钱没要他的。他有没有表示感谢？有，给我老伴儿送了一只那个活着的那个野鸭子，那个野鸭子才漂亮呢，长得是绿脑门儿。那脖子是白的，就像围着围脖似的，身上羽毛也非常漂亮，还闪闪发光。就这么一个野鸭子，他说是他朋友给他的。他说给老爷子吧，正好快到春节了，完了那个杀了吃肉。我心话，我们家可不能杀这鸭子吃肉，那给我们怎么办呢？也养着吧，就搁晾台上。确实那鸭子很漂亮，那也养了一段时间，那鸭子它玩水呀，你得给它水呀。完了，结果我们那凉台呢就往下渗水，你看2楼就不太高兴了，来找来了。完后我跟老伴儿一商量，那别养了，你不能搁屋里养啊。后来就给他送农村去寄存了，结果这寄存呢寄存没了，是叫那个我们家农村的亲戚给卖了，还是杀吃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来等我老伴儿又去看这个鸭子的时候，鸭子不在了，回来气的，哎呀。跟我埋怨我，不如不送去了。你说要不送去，这鸭子能没吗？是不是他们给杀吃肉了？我说不管怎么地，事实已经是这样的，你也别后悔了。就这个鸭子，非常漂亮一个鸭子。我记着那时候我孙女搁小学上学嘛，非常喜欢这个鸭子，给它起了个名叫绿头鸭，我孙女给起的名。然后还写了一篇作文，题目是我家有一头绿头鸭。我老师还给拿当范文给全班同学念了，他毕竟是小孩啊。这老师念了他范文以后，回家可高兴了，告诉奶奶："奶奶，我那个作文老师念了，可好了。"我说："哪个呀？"就我写绿头鸭那个。我说："给奶奶看看你怎么写的。"我一看，确实写的挺好的，因为他天天他仔细他自己去观察呀，他观察特别细呀。
所以把这个鸭子写的活灵活现的，我说真是写的不错。奶奶要是没看这个鸭子，就看你这作文，我都能想象出来这鸭子长得什么样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我说这个事儿呢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可能你生活当中左邻右舍啊，会有一些个磕磕碰碰，彼此互相担待一点，不就完了吗？头两天，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我家那门铃吧，出毛病了，就是一摁我家的门铃，就5楼响，5铃1响。完了，我不知道这门铃坏了。后来是我外甥女婿来的时候，摁门铃，被楼上说了2句。完了，后来呢，我那个弟弟来又摁门铃，又被说了。大云来被说2次，后来大云说："刘姨啊，咱家这门铃不好使了，一摁就跑到人501，人501不高兴了，人家的他说我刚才挨完呲儿，他说我脸皮厚，呲呲了，我赶快找物业去修。完了，说人楼上说了，你们家有病啊，老摁我家门铃干啥？完了，我说可能人到岁数他不太知道，跟他解释解释。第二天吧，上午我就上楼去赔礼道歉去了。我态度好，我去了，我敲着门，完了里面说谁呀？我说我是楼下邻居，你有啥事儿？我说这两天老麻烦你们，我们家门铃不好用了，一摁就跑你家来了，完了也不知道谁什么时候来，所以没法控制这个铃。我要知道他几点来呢，我就下楼下去等着他，我给他开。我说那这两天确实很麻烦你们，打扰了。一听我这个话，里面的声调马上就降下来了，就不是那个不高兴那个语气了，但是可能气儿还没完全消完，没给我开门。我俩是门里边一个，门外边一个，我是站在门外给老人家道歉。我估计可能是两个老人，我听声音跟我对话的是一个老太太。哎，你这样一完了，他就让人老人说了一句：“没关系，如果你家还有人来摁我家门铃，我给开。”你看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很简单一件事情啊！你换位想一想，如果我住的是5楼，啊，他家来人一摁门铃就跑到我家去了，那你说你烦不烦？你是不是？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既然是有，那咱们就好好对待呗。反正我是这样，我经常在家，我们左邻右舍可能都知道，有时候就摁我家门铃，因为那个物业说了不能给生人开门，你自己家人拿钥匙来人摁门铃，你一定要问明白是谁，因为我家那个里面。那能看人的那个镜坏了，不好使，所以我看不着。他说一定问明白是谁，不能给生人放进楼里。所以这个我记住了。说一摁门铃，我说您是谁？完了说我是几楼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麻烦你给我开开呗。我说行好，这样的时候也不少。我想就左邻右舍住着，这算个啥事儿啊？1秒钟、2秒钟都不用，我这事儿我就办了。他一说，我一摁。他就开了，他不就进来吗？所以我说，遇到事情反思自己，不要去埋怨别人。哎，你埋怨别人没？你比如说我要是这样想，你说这5楼怎么这样呢？你就得开门，费啥事呢？这个念头都不能起这个念头都是你的错。你本来骚扰人家就已经不对了，你不单不赔礼道歉，你还去埋怨人家。那上哪能讲出这个理去？如果我们邻居住着楼上楼下的左邻右舍的，可能类似这样的事情吧，会经常遇得到的。你比如说两家，那个门口中间有一个小墙垛，不太宽，有的可能邻居的垃圾拿出来以后就放在离你家门近一点，那离近就近一点呗。我的习惯是。反正我住的楼层也低，我住3楼。我下楼的时候，我们3楼的、2楼的、1楼，我住的是2楼，就是这个，如果有垃圾袋放在走廊里，我顺手我都给扫出去。你就为了，这也不费什么事，拿出去外面人有大垃圾箱，你就给他放到垃圾箱就完了呗。
所以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事儿，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，可能就引发大矛盾。本来不值得一点事儿，可能就，哎，你不高兴了，我不高兴了。只要你能够反思自己，从自己身上找毛病，你保证不会让你发生矛盾的。这是我要说的，一个事儿，要认过啊，你认过你才能改，不认过你不能改。如果你不认过不改过，你今生成不了佛。有的同学说，那我不改能怎么的？我昨天说了几句吧，我说如果你还想继续在六道里轮回，你不改过行。你甚至有的人说，我上哪道都行，随便吧。那你要是这种心态，你不用改过，你也不用认过，你就随便吧。那你就该上哪道上哪道去呗。那我没啥好说的。如果你今生想成就自己，我希望你能够先认自己的过，然后再去改这个过，再好好念佛，你今生就成就了。你这么成佛了，你不占便宜吗？应该说你没吃亏呀，你认个过你不吃亏呀，这是第一个，不认过。第二个就是掩饰，总是好面子，不希望把自己这个过公诸于世。反正我这个人的特点吧，在我这里没有隐私，是对的也好，错的也好，我都如实的往外说。错了，我就吸取教训嘛，以后我不犯这个错。对了呢，就是经验，以后我继续巩固我这个经验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哎呦，做那事不好，这个怕人，我得藏着掖着点儿。你藏着掖着，谁都不知道吗？不对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神知鬼知。你说山知地，山河都知。那个石头都知，你信不信？那师傅讲那水之道，你听明白没有？你做错了事，你有过了，你想把它掩盖起来，让谁都不知道，不太可能啊。所以你还是应该毫不掩饰的，我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一点也不藏，我也不掖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真把它暴露于众。你在消业，对不对？你要不暴露你这毛病，你又不改，你这个业怎么消啊？只有你把它暴露出来，哪怕是遭到大家的批评和议论，你也划算。因为什么？大家帮着你在消业，为什么要掩掩藏藏呢？不要掩饰自己的过错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口头想改，我口头认错。我口头改错，我实际我心里没认，我心里没改，这个不好用，这个跟你不认错不改过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不但嘴里说这个事儿我错了，而且心里要发自内心的承认我确实是错了，你这样你这个改过才是真诚的。你仔细想想。你每当你犯错的时候，你口头能把它说出来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那个心里的那个念头是最最重要的，你说出来的那个是次要的。如果你把次要的说了，把主要的也是心里也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你是真认错，真改过了。这个问题大家如果听明白，一定不要。掩饰自己的过错，在认过改过的基础上，不掩饰自己的过错，而且从内心出发，这三个层次你都做到了，你这个过就消掉了。什么叫消业？改过的过程就是消业的过程。你们想是不是这样？我在这里想说，有几个过。不能犯。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来小去的，微不足道的一些小毛病、小错误，我今天我就不详细说了。
是不是那个就允许呢？当然也得改，但是它可能不至于对你形成大的障碍。对你形成大的障碍有这么几种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听，就这几种过你犯没犯。第一种过不能犯的，谤佛谤法谤僧，这个过坚决不能犯。师父讲经说法对于这一条是说过若干次若干次了，我们听没听懂？落实到自己身上，你犯没犯这个过？谤佛谤法谤僧，就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罪。你如果你现在犯了，你不觉得怎么样，你还沾沾自喜，那你就自己要倒霉了，那你真是自己把自己害了。比如说现在对于净宗法门来说很难，是吧？老法师讲经的时候也说，我们净土法难，法门现在就是这些年处境很艰难。为什么艰难？一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被批20多年了，一直到现在声音渐渐的减弱了，时间之长，说的人数之多，说的语言之激烈，可以说有佛法以来大概是空前的吧。就是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被批，这个念佛法门有多少人不认？那不认就不认呗，不认你不学这个道头呗，你为什么要谤呢？另外对师父上人的批评，说浅了是批评，说重了是批判，再重一点攻击谩骂毁谤，这20多年也没消停。老法师他现的是出家相，至于老法师是谁，是不是哪位菩萨再来，咱们现在不说，就说他现这个出家相，他就代表僧，我们能不能去这么对待？再退一步说，老法师是一个将近90岁的老人，我们那么去侮辱他，那么去谩骂他，说得过去吗？他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父辈，也可能是我们都是孙子辈，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，你骂你的父亲吗？你骂你的祖父吗？你骂你的祖宗吗？所以这个谤佛谤法谤僧，你这是造的这个因呢？这个因是什么因？这个因就是地狱因。你造了这个因，你必定要尝这个苦果。到哪去尝？到地狱里去尝。到那个时候你可能明白了，后悔了，晚了。那要想出这个地狱，阿鼻地狱和无间地狱，那是难上加难。你这个业要是不了，你是出不来的，那真是得论多少劫多少劫来计算了。你想想，你敢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敢犯这样的过错吗？这样的过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犯的。而且恰恰是这么多年，我们有多少人犯的就是这个要命的过错？而且师父怎么说怎么讲，有一些个法师们也在说也在讲，有些人就是置之不理，就是我行我素，我想骂谁我就骂谁，我想说谁我就说谁。这个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胆大到这种程度。实际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，你喜欢这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你就受持读诵，你就修持这个。你不喜欢，你修哪个法门，读哪个经，没有人限制你啊。你不喜欢听老法师的经，
讲究说法，你不听就完了吗？你也别生烦恼，你干嘛要自寻烦恼呢？非得要做这样的事情呢？所以你想，现在有时候我就想，哎呀，都说现在的众生苦，实际最苦的是这个不明理呀，制造这个罪业呀，制造这个地狱的因呢，造这个地狱的业呀，将来就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。你说你看着他可不可怜？怎么办？劝导，哎，一定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，这一点一定要向我们的师父上人学习。没有一丝一毫的恨的念头、怨的念头，就是一门心思的救啊救啊救啊！真是老法师的一片苦心，真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为什么有的人就看不明白这个事儿呢？还要继续造这个下地狱的这个业呢？真是可怜民者。前些天大爷跟我说，刘姨啊，那个网上有人骂你，我给你念念。我说念吧，昨天我不说了两句吗？他念了，念了以后大爷看我也没啥表情，完了瞅着我，我说骂了就骂了呗。我说我心里当时想，对于我来说，现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明天早上开始给他念佛回向，因为我每天早晨绕佛两小时，20圈，最后一圈就是给众生回向的。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，我还得称呼他为仁者，我给这个仁者回向，我不知道他的姓名。我给他回向是发自我内心的，不是我在摆花架子。我能帮他一分，我就帮他一分；我能帮他十分，我帮他十分。用我的真心去感化他，如果他能改了他这个不好的毛病，他少造很多很多业，是吧？如果他不听劝，继续造这个罪业，我念佛给他回向，我希望有一天，当他受这个果报的时候，我的念佛回向能让他的罪业有所减轻，让他少受点苦，遭点难。我就是这么一种很淳朴的想法，我没有一点恨他的想法，没有一点怨他的想法。那人家不理解你，你说的人家不愿意听，而人家不愿意看，人骂你两句，骂两句骂两句吧。但愿你要是想骂人的话，你就骂我一个人，你别可别再多骂，多骂你的罪业就大了。骂我一个，我能承受得了啊！我不会怨你恨你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所以说这个谤佛谤法谤僧这个过错绝对不能犯。一个是如果你修这个法门，哎，你读这部经，你后来你又要变了，那是你的自由，你的选择，你绝对不要回过头来谤这个。因为有的老菩萨们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，而且这个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。本来是读无量寿经汇集本的，这是自觉自愿读的，而且读的遍数很多，几千部。后来不知道一个什么因缘，就突然的开始挑这个汇集本的毛病，挑出来100多处。当时我听了以后，我曾经跟这老菩萨说，我说如果你想放弃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你不想再读了，我说可以，你还可以读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嘛，还有别的经你可以选嘛。我说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如何如何，我说咱们都是凡夫，咱们看不明白，想念咱就念，不想念咱就放下，再选别的。但是可能这个老菩萨真的没听我劝，后来说了很多关于无量寿经汇集本的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结果老菩萨走的时候真是走得非常非常不好。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。
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你选哪个是你的自由，你千万别傍，你不喜欢的你不学，你千万别傍，傍了最后遭殃的是你自己，这是一个错不能犯。第二个错，背师叛道的错不能犯。记不记得老法师说，有多少人劝老法师放弃无量寿经汇集本，改修别的，改读别的经。老法师怎么说的？无量寿经汇集本是李敏南老师亲手交到我手里的，这是老师给我的。我如果是我现在放下了，我就是在别人的攻击下我受不了了，我把这个放弃了，我对不起老师，我那是背时叛道。如果我真这么做到了，那些人就更有说到了，说净空法师背时叛道，那我那座右铭可是真的了，那我永远不会放弃无量寿经汇集本的。我觉得这个例子师父在讲经的过程当中说过很多遍，我们是不是都记得很清楚？所以说背师叛道的事儿不能做。我这从2011年接触老法师以后，也确实经历了不少所谓的磨难吧，但是跟师父老人家比那都九牛一毛，那不值得一提。但是对我这个小凡夫来说，我觉得那关也是挺难过的，但是有三条我是坚决的没退让。一般来说无关紧要的可能我都会让步的，但是就有三条没让步。哪三条呢？可能有同学记着我说过，第一条不亲近净空老法师，第二条不读诵无量寿经汇集本，第三条不去香港和大家做什么交流。就这三条，有人直截了当地跟我说，我也回答的直截了当，我说别的我都可以恒顺，唯独这三条我一条也不能恒顺。我说到做到，现在这三条我仍然是这么坚持。老法师我一定亲近到底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老法师救了我，然后我一再说给了我两个命，救了我生命，给了我慧命，这老法师就在我这儿是功不可没的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就是我亲自见老法师是8次了，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，我不是听别人说老法师如何我就信了，我就跟风跑，哎呀是啊，老法师怎么好，不是那样的。我接触了老法师这么多次，老法师的一言一行可以说都是我学习的楷模，我不能不亲近这样的老师。现在我就觉得老法师就是我们众生的导师。什么导师？回归自性的导师。我们上哪找这样的导师去？就这样的导师不让我亲近，我能够退让吗？不可以的。无量寿经汇集本不让我读诵，让我放弃，我能做到吗？我做不到。因为是从2000年开始我听无量寿经这个细讲，那不就是汇集本吗？那我听明白了，我得救了，我现在快乐了，健康了，幸福了，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？那无量寿经汇集本那我得我不可以放弃的。第三条，上香港不可以和大家讲。有的人说你一个白衣你讲啥呀？我过去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哎呀，你说我也没懂多少，完了一个70来岁老太太，你说上台去讲去，不是我甘心情愿的，我一定要显示我自由去讲，他就是这个机缘吧，就一步一步的就把我推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有些时候甚至我都觉得身不由己。你说我愿出名吗？我不想出名，我不是要出名那个人，我是属于性格极度内向，不出门不露面，看人甚至都不知道说啥，我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人。就这几年
也可能是阿弥陀佛给我这个任务吧，就把我锻炼的面对同修的时候我就有话说了，而且这个话呢还滔滔不绝。你看我跟大家交流两次了，这是第三次，可以说我从三月份回到哈尔滨这九个月我也没说这两天那么多话呀，这两天我把这快一年的话都说了。我不是那种好说的人，但是你说上香港，这个香港通修每次我去都说，老师啊，一分钟我们都舍不得浪费呀。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吗？我有一个我十几年前的一个同事，他比我小十岁还是11岁，他病了，病了以后我觉得可能时间不会太多了，我那次正好也是上香港，我就跟我这个同事说，我说我要去香港去见师傅，来回大约10天左右，我回来我就来看你，因为当时他正在住院。当时我一算时间呢，我就定我12号到家，结果我在香港呢，香港同修跟我说，是慧荣跟我说的还是尤其是跟我说的，反正他们俩谁跟我说，我记得好像还掰着手指算跟我说，老师啊，你还可以再住一宿，你13号回哈尔滨，就这样我就没啥话说了，那就再住一宿吧，这么盛情挽留，那我说行，那就多住一宿吧。结果我是13号到的哈尔滨，我到哈尔滨是半夜了，第二天我赶快让大云，我说快点联系看看我那个同事怎么样了，完大云一联系给我个话，刘姨啊，12号走了，我就差一天我就没送上他。所以说你说到香港同学们对我这么热情，他们对我那种真心的喜欢是关爱也好，那我也是人呢，您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能体会不到吗？所以呢我多住一宿就多住一宿吧，结果就把错过了送我这个老同事的就这么差那么一天嘛。那你说让我去香港什么都不说我就去看看我就回来了，就作为我现在都一心不忍。我上一次去香港我没想到是那个安排，因为那一次我也讲了好几堂课，我就以为完事儿了，我就准备要往回来了，完了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明天有我们义工有些个那个没见着老师的，能不能单独老师见见我说那影不影响我回哈尔滨，说不影响，明天给你安排个时间。我就以为10个8个的顶多超过20个，围个圈坐那唠唠家常就完了呗，结果我一去我进屋一看，我也天哪，哎呀，上百人吧，可能不止100-200人，满屋都坐满了。你说我能说，我说我不说了，我该说的我说完了，我见见你们就拜拜吧，不可以这样出事儿吧？啊，我就看着同学们那种，哎呀，眼巴巴的看着我，哎，那种笑脸，那种真诚，你说他们的真诚能不感召我真诚吗？我本来我这人就比较真，哎，所以那天又跟大家啥稿也没有，就像现在似的，也没稿也没纲，跟大家说了2个多小时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师父见同修们的那个日子，这又给我安排，老师你把你最后一节课你就上那个场面去讲，所以那天嘛我不就讲的第7节课吧，就是在那种场合讲的。你说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，你就想跟我给我约法三章，让我不亲近师父，让我不读会计本，让我不去香港跟同学们沟通，我好像现在就在我这儿了，我都有点不忍心，我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？同学们那么热切地盼着刘老师来吧，甚至有同学说告诉我说，刘老师啊，一听说你要来了，我们真是每天都掐手指算老师还有几天到，你说这种真情实感怎么能让我放下那些，我怎么能横顺？我
这三条我是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横顺你，谁劝我都不好使。如果说我犟，我拧，可能这也是我一条优点吧。就是第二个，这个背时叛道的这个不可以。下面第三个不能犯的过，这个吧我不太会说，但是这个呢在我接触到的范围内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严重，我还必须得说。就是什么过不能犯呢？邪淫的过不能犯。现在这个社会复杂到极点，真是一个花花世界。现在有多少人就栽到这个上面，就犯的这个过，甚至连命都要搭上了。我不得不再说说这个话题，因为本来我不善于说这个话题。我记得过去有一次讲课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不说，我说这一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，我不太会说。现在呢不得不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犯这个过，你的法身慧命就没了。它严重到这种程度，你能不能认识到？你因为这个不但法身慧命没了，甚至你就现在这个人身的这个生命你都要断送掉，你究竟图一啥？我真是不理解你究竟图一啥。你怎么这么混，这么傻，这么愚，这么痴？我用不客气的话说，就这点破事儿就能把你的小命断送，把你的法身慧命断送，你值吗？你一点都不值啊，一文都不值啊，你太愚痴了。你犯这个错你上哪儿去？地狱。那地狱变相图你没看吗？犯这个错，男的去是抱铜柱子，烧热铜柱子一抱你这个人就化了，女的住那个铁板烧，万死万生啊，那不是千死千生，是万死万生，那只是个数，代表数啊，那无数次。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业消尽了，你才能脱离这个苦海？哎，就是这个苦海，就是铁板烧铜柱子这个，你还有别的呢，你还得去受吧。所以我说现在的社会这么乱，人们为什么得那种千奇百怪的你都说不出来名的那种病，和这个事儿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啊。我记得有人讲课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就每当你这个时候，有多少佛菩萨多少鬼神就在边上看着你，你就从羞耻的那个角度你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儿啊。你想一想，哎呀，现在我周围围着一圈儿，是吧？神儿啊，鬼呀，仙儿啊，人都在围着我看热闹呢。你说你不觉得难看吗？那脸往哪放啊？人生不就是这点事儿吗？说白了，我们都是过来人。我说的实不实在，不就是这点事儿吗？怎么就这样不开？怎么就看不明白？我有两个同修，我真是替他们庆幸。庆幸什么？我这两个同修有各娶了一个贤妻，真是贤良的妻子，我特别赞叹这两个妻子。这两个妻子在我们佛门可以说修行的是小有成就的，我不能说他修成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也不知道，那我那么说大话，我只能通过我的观察，我的感受，我觉得我这两个同修的两个妻子真是在修行的路上是小有成就的。就他们这个忍辱精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我听了以后我都非常受感动。哎，作为一个女人能把这个问题看到这种程度，能做到这种程度，真是了不起。那他们要是不成佛都冤枉，都冤枉。这个忍辱关绝对是过了，而且无怨无悔，
一如既往的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了这个丈夫，为了孩子做无私的奉献，多么了不起的伟大的女性。如果不是有这么好的妻子，我看我这两位同修啊，真是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他自己掂量掂量也知道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不知啥意思。我不是说又刘老师你又来宣传迷信了呢，不是迷信，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。我做了一个什么梦呢？就是农村可能我们东北有通修知道，农村不是分南炕北炕吗？就带着炕沿的那种炕，我就进了这样的一个屋。进屋以后是什么场景呢？就南炕也都躺着一炕人，怎么躺着呢？都是立着，肩膀栽弄着，不是平躺，平躺占地方吗？哎，都是一个挨一个，完了这么躺着，而且它有个特点，是头朝里，脚朝外，哎，就是脚朝炕沿这面。然后北炕呢，也是躺满了人，也是这个姿势躺着，也是头朝里，脚朝外。但是我就后来有一个佛友上我这儿来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做这个梦，我都不知啥意思，但是那个景象我看得听得特别清楚。完了我这个同学说，刘姐，你看那炕上躺的人是死的是活的？我说是活的，都睁着眼睛，都在喘气儿，但是给我的感觉呢，都带死不拉活的，啊，就这种感觉。而且他们那个眼神是什么眼神呢？是一种无助的、哀怨的、可怜巴巴的，我说不出来，在具体我说不出来了，就这种眼神瞅着我，但是没有一个跟我说话的。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，醒了以后我自己，我心思我学学，我圆圆这个梦咋回事儿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我想出来的，我不会这个。我也不懂什么圆梦，我当时因为那个同学来，我不跟他说这个梦啊，他说刘姐啊，这就是这些人让你救他们。我说你别说，我也有这点感觉，要不他们干啥用那种眼神瞅着我呢？我说我怎么能救他们呢？我说我能救，我肯定要救，我不能不救啊。完了，我那个同学说你想救你就能救，哎呀，我说我用那本事就好了。那我要用那本事，我通通都救，我一个也不剩。我说这点我能做到，就这个。我跟大家说这个梦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在确实是乱世，我们生在乱世是很不幸的，但是能不能我们在不幸当中遇到佛法了，得了人身了，遇到念佛法门了，我能把这个命运转过来，能不能？命运是有的，命运能不能转？命运能转，命运掌握在谁手里？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你不要把你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，你来替我吧。有的人总迷信，刘老师啊，你一说一沟通，我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跟你们说若干遍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如果我真是那么回事儿，我就全包了，我都给你管了。办不到，您不说个人的业个人了，那我胳膊摔坏了我找谁去？你们都有刘老师找，我找谁去？小吊儿和大云高找师傅吧。我说不行，不能麻烦老人家，我找师傅，师傅告诉我念阿弥陀佛，我知道，那我就念阿弥陀佛呗。那你看我念阿弥陀佛，我就把我胳膊念好了，那你相不相信？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，能不疼吗？那我真没疼。你说好了吗？好了，他只不过是现在不能完全伸直，他大的事儿也不影响我，这不挺好吗？所以说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。我今天在这说这句话，你要记住了，内求不外求，你什么事儿都想找刘老师，刘老师不是不帮，不是不慈悲，是为了你有的事儿可能是他阴差阳错的。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佛友给我来封信，七转八转怎么转的，
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，因为他这新落款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联系电话。就说有一个也是学佛的同修，他身体状况不好，请老师帮忙，就这么一封信吧。就是身体不好的那位佛友，名我记住了，叫钟红杰。就这封信我是什么时候看到呢？我是11月20号左右看到的这封信。我也不知道这封信中间转了多长时间了，这个钟红杰咱们这个佛友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我全不知道。他又没有留那个，就给我写信的是另外一个佛友，他又没有给我留电话号，我没法跟他联系。所以我唯一的做法就是每天绕佛完了回向给钟红杰回向，我只能做到这儿了。我有一个回向单，我现在回向单凡是同学们给我提供的名字要求刘老师给回向，我100%做到。一般的凡是往生的，我最少是给回向了49天，有的多的我都回向100天。这是我能做的，我能帮的。但是你说你所有问题你都让我来带你，我带不了啊。那我要说行，这事留给我，我帮你，我带你，那我不骗你吗？我不坑你吗？所以说我只能起个辅助作用帮助你，但是你，我请你相信刘老师说出来的话他绝对负责任啊，他说到哪他会做到哪儿的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儿需要刘老师帮一把，我肯定会帮的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但是你把你所有的事儿都说刘老师你挥挥手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了，那不是。那要是那样，那阿弥陀佛慈不慈悲，观音菩萨慈不慈悲，那他们挥挥手比我挥的好使多的多了，我算啥呀？我哪有那本事？那观音菩萨也代替不了你，阿弥陀佛也代替不了你，只是佛菩萨把道理讲给你听，你道理听明白了，你去做，你自己就把你自己救了。你自己是谁？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今天说到这儿你听明白没有？啰嗦跟大家说1个多小时了，耽误大家时间。这个题目的交流就说到这儿，以后有时间再交流。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